来看哦，现在有一间厝会伫车路安尼爬爬走咧，原来是花莲有一个民众看到日本时代即个新屋起的厝，特别红拆掉啊，伊就开钱甲伊买落来，佮用拖拉机载到工厂要甲整理。江水华即台大卡车后边载，竟然是一间厝，毋是伫咧做宣传，也毋是伫咧做广告，这是陈先生开了30万所买新屋起厝的拆厝。这是日本时代就起的厝，厝龄已经有60年啊。陈先生看了真高兴，看到伊要予人拆，真唔甘，就来买来。盐过买来了，嘛是爱维修。陈先生先甲这间厝运到边缘工厂。盐过厝这么大间，敢那是四环行车道，要伫工厂的大门，就爱来来回回几多遍，超角度才有法度入去。这么大间的厝要拆入去，这个工厂内边是大工程，自半暝搬到天光。除了卡车的正顺利，吊车也要来配合。好不容易总算把这件事都在去工厂内边，要这个在路的行走的行动圆满成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